团文正中吴氏南馆文武郎君太平歌天子门生等均属于南馆系，其中除海普陀寺所属的南馆人保有传统风格正统曲调外，其他各镇以各唱各的调自成一。98格又为何文正所占比如此之少呢？究其原因，南馆天子门生等因性正团弦管器需要平日之长期训，才得以熟悉演奏的技巧，并发挥曲的旋与韵味，较难学习。加上现代化工商社会的变迁，产生许多现代化的休闲与旅行式，使愿意学习传统音的人口日益减少，自然就较难以组成神江团，是由真人扮演神江的宗教性阵头，且神江一般皆为某神指驾前的护卫或部署，协助神指共同执搜捕拘拿嫌犯或协会等宗教性任务，最终目的是协助神指维持禁欲的洁净，共同完成和敬平安的神圣任务。因而各神将团随着各宫庙执事者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训方式、阵法、装束、法器与特征。由于神将团开敛后被视为仿如神驾亲，并具有扫妖除魔、拘拿协会的宗教性功能，较能满足青少拥有神圣性的荣誉感，因而较吸引青少之与意愿。与庙会或民俗信仰活动时，是各镇团纷纷展现平日训与组织活动的最佳竞技场合，这也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传承的生命。148五镇如宋江镇的形式，因较符合现代化的快速节奏，经短期的训就可上场表演所训的功夫驾驶与各式阵法，及满足青少青好动的心与强的表现欲。149在17个五镇中，吴师镇、白鹤镇或五虎平西镇基本上都由宋江镇演化而，所以本直都属宋江镇。道具如傅时图四年一月一日，根据祭祀族长森泽的描述，平均每团宋江镇组成出镇所需经费大约在200多万元，除所费颇多，因人也较多，事实上筹组并容以2003癸未相科位姑妈宫位组成宋江镇，需动用9个庄头的壮丁协助才得以组成，而普顶通心宫的宋江镇则已停5棵香之久，直至癸未相科才又重新组成。初一镇位最多，占镇头总一半以上，在乡镇中也最能营造出热闹喧甜逗趣的气氛。所谓一镇是一格，如蜈蚣镇和镇头的并称，其象较多，有宗教镇头如驾前鼓、锣鼓镇、开鼓镇等，有化妆镇头如素镇、八美图、七仙镇等，有充满浓于意象的趣味镇头如斗牛镇、水族镇等，有小戏镇头如牛犁歌镇、仿镇等，有武术镇头如高跷镇、跳鼓镇等。自古已在迎神赛会中，这些义镇具有热闹、
酬神于人的功能，各宫庙可借着提供议政与乡科活动之机会，达到落感情、增进情谊之目的，也在竞争发展风。148秀娥正头传演篇，小于东港迎王大于财团法人东港东宫，明87页91。149同上注。99。格独具的正头表演方式下，丰富台湾民俗文化的内涵。150。在整个乡科活动中，由于巫竹师正在乡镇中担任千岁爷的开先锋，每天出乡时均需与海普陀寺杨府太师南馆、左先锋高雄七宝贤寺开古，右先锋加三五甲八家将刀兵教主南市安南区西浦宫温资吴公镇百足真人和价钱等各单位进入王府，入庙时再入府角，受到相当的誉。以下位在西港庆安宫乡科活动中较重要或较具特色之阵头。一、百足真人。百足真人又称吴公镇，由台南市安南区公温资万安宫与西港乡西浦安西宫共同组成。所谓吴公镇，是由长块木板前后衔接，每块长一丈三尺二，木板左右可以活动与活转向，每块木板上装置各座椅，乘坐5到12岁的孩童，扮演史故事人物，如唐朝通嫂、薛仁贵、甄东、繁花、甄熙之忠臣英雄。吴公镇一般有36座至108座等，早期以人肩扛镜，现代则装上子。由于镇头绵长，镜肩有如蜈蚣爬，故称之。吴公镇是台湾西南沿海大型异乡活动独特的镇头，它是千岁爷的先锋镇头，每到宫庙亭下，信众就会在吴公镇下穿梭。此举乃因民间相信吴公镇具有驱邪逐魔、窃灾保境之神也。